这是去年活动的盛况，汐止区战斗陀螺 PK 赛及闯关活动，一直以来很受到家长的好评。今年也是好多人来一起来玩战斗陀螺及闯关活动，还有奖品可以拿。那我们第一名的选手在我们汐止白云国小三年级的学生，第二名跟第三名的选手分别都在我们崇德国小的学生。那大家表现的都很有风度，很有水准。那这些裁判都看的都觉得我们汐止我们选手冠盖云集真的是很棒，大家素质都很好。此次的冠军是白云国小的陈君玲，亚军和季军分别是崇德国小的林佑辰和李宇正。战斗陀螺很受到小朋友的喜爱，也可以让家长和小朋友之间多了一些互动，小朋友也不会一直沉浸在三 C 用品之中。那我们希望说小朋友来参加是鼓励他们远离三 C 产品，那同时这个公所跟景豪合办，我们希望未来每一年都来办我们的战斗陀螺的比赛，我们战斗陀螺的嘉年华，让小朋友不要每天沉迷于三 C。亲子活动的方式推广，去年吸引上千人到场，而今年活动一样精彩，免费参加还人人有奖。家长们希望可以年年举办，也可以让学童们远离三 C 产品，欢迎大小朋友走出户外，一起来战斗陀螺决胜负。记者李嘉文汐止采访报道。